时尚的演进都是一次一次文化的相遇所产生的一些新的面貌，而这一次当人间国宝遇见设计师，究竟又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变化呢？对泰雅族来讲，有很多的织纹在过去是断层的，这么难的一个织纹它是怎么做到的、啊、我要怎么样用精神上的体会说它可能是这样子把它做出来的，然后我们去建筑出我们自己民族的独特性。每周六晚间10点，一起深度看见台湾，认识南岛。